你家，啊？有什么好玩的？看看有什么好玩的？没有好玩的，脏脏，我们出来吧。好，出来。你家。走太快了，你走太快了啦，妈妈跟不上你了。脏脏，不要摸，脏脏。好。来，去抓小熊。小熊这边送你一只小熊，哇，抓到好开心的、你硬要从那边进去呀？这位爸爸，让他自己出去。棒棒！你要哪一只小熊？哪一只小熊你觉得比较可爱？红色的小熊还是绿色的小熊？谁比较可爱？我都不要，妈妈比较可爱，就去找妈妈了。妈，哎呀，不准出去呀、啊！